就显示了蓝天白云，不对，白天黑云。OK， 大家好。好，这两天好不好玩？好。哦，有人喊的有点暗装太明显哦。OK， 非常感谢这两天大家的参与啊。那这个大家都感觉到非常的人潮汹涌啊。今年，等一下，第一天加第二天的上午。的不重复人数就是，如果有人两天都来，只算一个人哈，不会算到两个人。是，我的是都出不来，你看，1225人。OK， 非常感谢大家热烈的支持啊！那 Cos Cup 办到第六年，可以到1225人了。我要想办到第16年的时候，不知道变成什么。OK。那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投我一票，我应该可以去当里长了。哦，这个鹿港里长只要900多票就可以最高票当选哈。好，那当然有这么大的会议啊，需要非常多的钱啊，那需要很多那个赞助者那个赞助的单位来赞助哈。那包括这个昨天早上讲过了，我们再讲一次，就是青铜级的5位赞助者，白银级的9位赞助者，黄金级的8位赞助者，以及钻石级的3位赞助者，那这3位赞助者，大家的这个摊位大家都看到了嘛？哈，好，好，那以及3位这个物品的赞助者，以及4个媒体的伙伴，让我们大家为他们鼓个掌，好不好？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今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活动，叫做 Mobile App Contest 啊，今天有这个比赛。那据说我们有奖可以颁是吗？好，来，我们来欢迎第一位受奖者 David Wu。来，其他的奖先到我后面吧。OK， 上面有红包哎，这红包应该是给我的吧？没有，好，恭喜恭喜，谢谢。OK， 据说你有时间可以发表一下感言。谢谢大家，就这样。我以为你会说，我今天有这样成就，都是我爸爸、我妈妈、我老婆的帮忙。好，谢谢，好。那第二位是 Justin Lee，Justin， 来，谢谢，怎么不到 ？OK， 恭喜恭喜，对，你好像有2件，对不对？对。好，来，其他先到我后面。哇，这第二件放得上去吧？来。好。这一次的话，其实时间的非常的仓促，然后其实也是感谢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叫做台泰年 Mobile， 所以我可以两个平台一起参加。好，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我不太会念你的名字，不好意思 ，Tom J P Sum。Tom， 你好，感谢。谢谢。恭喜。大家好，我是 Tom。 那感谢主办单位能够提供这次比赛的机会。那话说3年前 Greg GH 到台湾演讲的时候，他说你要丢 Open Source 很简单，只要给一个 patch 就好。所以我回去想一想呢，怎么也给不出 patch 来。那我就追着台湾最常丢 patch 的人就是 JServe， 我就追着他的演讲，从北到南追了2年，还是不会写 patch。
但是呢，这个 open source 的精神我已经学到了。嘿，那现在的我就好像好像那个 Transformer 里面那个天火哈，得到 sources 的帮助那种感觉。谢谢。得到天火就有生命啦。好，我们下一位，恭喜 Tim Dream。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钱啊，不过因为这个也是 Costco 网站组，就是帮 Costco 做网站，所以这钱其实也不是我的，所以我会把它捐给 Mozilla 台湾。哇， Mozilla 台湾有收入了，太好了。好，那言归正传，那这两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回顾一下，就是 Intel 的摊位啊，这个大概是 Costco 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两个摊位哈，另外一个叫 HTC。那有多少人在 HTC 看到了最新好像还没有发布的 Evo 3D 手机？举手。OK， 呀、yeah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来 Costco 了哈。你会看到最新的东西。好，那当然不只是手机啦，还有听到最新的技术的演讲，以及拿到哎好康的赠品。哎，这个人是谁啊？哇，你看他拿到东西多高兴，哎，多开心。OK， 那可以拿到东西这么多，琳琅满目哈、哦。免报名费还可以拿这么多东西哦，哎。所以，好，这几天的演讲呢，这场我没有参加了，不过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哈。哦、那。OK， 好，那今年的社群摊位出乎我的意料啊，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看，我很想把它抱回家哎、欸，这只不知道最后流落何方了。我本来说昨天要看到 cosplay 的，民国队长的，就没有看到，只看到这只小的哦。不过听说这还是世界上，唯二两只其中一只啊，还不错。那还看到了，Mozilla TW 的这个小恐龙，哎。那会众当然就是趁这个机会，好久没见到的朋友，大家好好照个相哈、哦。这三位，一位平常在台北，一位平常在北京，一位平常在台南。啊、OK， 那还有。我觉得 Cos Cup 也可以做 cosplay 啦，没有问题。OK， 那当然，线路组今年很忙啊、哦，哈、哦。大家可能时不时会看到有，穿着我们黑色制服的这个工作同仁在旁边拿了一个，可乐罐做成的东西，再扫描哈 ，OK。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两天的网路算相对顺畅哈，那都是他们的功劳。好，那请给他们鼓个掌。OK。那今年哈，那我们我们去年第一次 Cos Cup 有一个小小的公关的一个小组。那今年我们比较扩大一点点，那做了很多的公关的工作。那除了一般像科技媒体会有点报道啊，这个好像不太稀奇，对不对？大家都会拿得到之外，我们有外国网站提到 Costco， 这好像是俄文哦。那这个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哦，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找到我们哦。然后看起来是透过 Android X86 的那个 page 哈、哦。那有媒体的网站报道啊、哦，非凡新闻啊、哦，昨天他们带了一个记者和一个摄影师来拍哈，拍那个 3D printer 跟那个伽马羊。那比较神奇的就是下一个，《经济日报》不是电子版，是纸版，上面报道了 Cost Cup。
OK， 那 David 还算蛮上相的，不错。好，结束了。下面这个是谁啊？好，这页应该是我们的辅导长放的哈。辅导长请上来。哎，Justin 呢？哎。按右边。好，品先不要走。品不可以走。今天谢谢各位的时间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与有荣焉，可以跟各位伙伴，大家有没有往下面看一点？就是有这么多的工作伙伴在这边，与有荣焉哦，在这个团队里面跟大家一起把这个活动给办好。大家觉得这个活动赞不赞？赞！声音有点小哎，赞不赞？在不在？在。哎，冷掉了，哇，要 hold 住啊！现在请所有工作人员哈，在两边开始聚集，然后排两排，好不好？我们准备上台。大家还记得去年有一个很奇妙的在这个台上发生的事情吗？还记得的请举手。因为去年有人自表啦，说了一句玩笑话，哈哈！如果超过700人，我就倒立扶椅子给你们看。啊，结果就变这样了，对不对？那今年呢？今年要什么样的活动？告诉我们好不好？这么多的阿鲁巴也是啦，我们报十个好不好？拼在哪一边？拼麻烦站到前面来，这样有没有很壮观啊？这个梗哈，核心在于后面这个，总招要 hold 住哦。来，我们大家一起给总招一个爱的拥抱，好不好？我们事前没有，对，所以呢，应该下一次要来玩一个更劲爆的游戏。那接下来哈，我想请各位往大家排列一下，然后请前面的工作人员稍微往前蹲下来一点。有，哎，这就是我说的，今年的工作人员可能超过第一年的参加者。好，请大家给工作人员一个掌声。OK， 谢谢大家。对，谢谢。我们明年见。